哎，这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，进去！可以啊，啊，也不急。让开！方小姐，康哥正在里面忙，你滚开！住手！切记，把门开开。 你自己的手下都有恃无恐，还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吗？我派人送你们回去。不用了，把钥匙给我，我自己走。好，芳华，别怕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别怕啊，你受伤了，我现在带你去医院。 看着我，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我带你去红房子医院，今天是我大哥值班，我们会帮你保守秘密的。你流了这么多的血，我不能让你再有闪失了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我怎么会呀？怀孕作恶是没有理由的，他已经伤害了你的身体。 绝对不能再让他摧毁你的灵魂了，芳华，必须要活下去，而且你要大大方方、理直气壮的活下去，知道吗？别哭了，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对一个小姑娘做这种事情呢？这种人渣呀，绝对不能姑息她。你们报警了没？您放心，她已经得到惩罚了。